跟你上。我已经给你打过针了。蠢无能的家伙！哎，陆查长，怎么处理他？按我们英国人的方式安葬，费用上请贝司令不要。这他们能给吗？他们另外那个天彪白给他们的，除非他们以后不相与，我们合作。我明白了。另外，告诉警备司令部，以后有什么事，请他们 Mr. Young 来谈。是。其他人，我们不接待。好。怎么搞的？叫你们严加防范，严加防范，偏偏让人家得了手。一群人竟然对付不了一个人，你们手上拿的是烧火棍子吗？司令，不要跟我讲什么失职之类的话，听够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能把你拉出去毙了。那个女的呢？死了。啊，他被注射了毒药，不过医生说他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他的身体里已经铅中毒了。死了就死了吧，就算我们拿到名单，恐怕共产党也早就转移了。巡捕房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兰普生还派人把尸体拉走了。把尸体拉走了？他想干什么？不知道。
我检讨这件事情，我事先没和李大哥商量。我检讨，你不是没有和我商量，是没有向组织汇报。你是个老党员了，你不应该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！你想过后果没有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我自己负责。你负得了这个责吗？ 别忘了，你肩负着保卫江南特委的重要任务。如果你出了事，不仅牺牲的是你自己，而是党的事业。我错了，老板，我也错了。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他事先不知道。我应该问清楚你这些手榴弹拿去干什么，就别捣乱了，李大哥。 我向组织保证，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差不多。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平时对他们纪律强调的不够，我应该做出检讨。一鸣、王妃，这个纪律啊，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保证。 尤其是你们从事这样的工作，遵守纪律是最起码的底线，任何人都不许超越，懂吗？萧一鸣啊，锄奸本来是件好事情，但是你事先不向组织汇报，这性质就变了嘛。如果以后大家都跟你一样各自为政，那还要我们党组织干什么呢？ 所以你这次呀，必须要吸取教训。是。少白啊，我建议给萧一鸣同志一个处分，以警示大家遵守纪律。我同意，一定给萧一鸣一个处分。不过，舍利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我今天带他们两个过来，向你做汇报，就是想让萧一鸣。 当面向你做出检讨，接受你的批评。现在萧一鸣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而且赵丽萍已经被除掉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就在我们这几个小范围里面，给他做一个口头警告，让他吸取教训，不许再犯。那我们表决吧。同意少白建议的，请举手。 还表吗？表。好，通过。你这次有点太冒险了。 冒险也得做啊！他见过我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我就太危险了，所以必须得把他干掉。哼，见过你的叛徒还活着的又不止一个，你杀得过来吗？只要有机会，那你也应该跟老板说一声。 如果跟他说了，他不让我去，我仍然会去。那样，他会受牵连。我是不想连累大哥。那你至少也能跟我说一声吧。我自己失手了，为什么跟你说？再说了，拉着你一起去，那今天受惩罚的就不是我一个人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连累我？ 你以为我会让你去啊？你告诉我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去的。你怎么不让我去？拦着你怎么样？你拦不住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不过我。
哎呦，你别忘了，在苏联的时候，咱俩的毕业成绩都是5分啊。分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咱俩试试。 老板回来了，来来吧，给我。姐夫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老婆呢？楼上。你回来的正好，后天呢，区工会小组要借我们这儿开个会，我正愁人手不够了。你要是赶不回来呀，我准备让着老婆来盯一下。 邓岩兄，哎，少良兄，这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王武生。武生啊，杨特派员，啊，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跟杨特派员联系。哎，啊，以后还请特派员多多关照。别客气，这上面有我电话，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 少良兄，坐。啊。来，少良兄，先干一杯。哎。这个王木生会有什么消息啊？他经常能搞到一些共产党的文件，我想啊，你可能有用。 哦，他是共产党？哎，不是，他经常和这些跟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接触。不过你看着办，啊，如果有价值的情报呢，你就给他2个零花钱儿。这种人呢，就是靠这个吃饭的，啊。好，那我就谢了，来。 还有一件事儿，兰普生对赵丽萍的死很生警备司令部的气。他说了，以后警备司令部再跟我们谈事儿，只有你能出面。啊，我已经通知警备司令部了。啊，这么给我面子，一定是老兄出的主意吧？哎，咱不是兄弟吗？啊，这回啊。 警备司令部对你可得是另眼看待了啊！
会有人联系的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小心啊。南京方面动作这么快，看来是很重视我了。他们干嘛让你到舞厅去接头？真是妇人之见。要是让我直接到警备司令部去接头，我还隐藏个屁！你讨不讨厌？你又讲粗话。哎，告诉你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后天下午3点，区工会的人要到店里来开会。你真打算把这事告诉他？这就叫天助我也。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，咱们能有一大笔钱。一大笔钱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花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说你妇人之见吧，你还不服气？那钱放在银行里还能跑了不成？迟早得让你花。嗯，迟早会让你花。你这一迟早啊，还不知道是哪一年呢。放心吧。用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你看共产党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人没几个，枪没几支，还成天东躲西藏的。老蒋现在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很大，我估计啊，我们顶多再坚持个1年半载，你呢，就可以随随便便花咱们在银行里的那些钱了。看来啊，你当初秘密加入调查科是对的。那是，共产党现在是大势有趋，国民党正在势头上，我呢，当然要顺势而为了。嗯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要去买几身衣服，买几双鞋，还要打一个大金戒指。好，好，好，到时候随便你。哎，咱们是不是该做点正经事儿了？什么正经事儿？你说呢？哎呀，讨厌你！不错不错，来，护士。哎，杨先生。啊，这位是连护士。好，杨先生好。你好，护士现在是你的司机，这小子车开得好，枪打得也好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说。好，走，上楼看看你的办公室。走。飞。哎，飞哥，你忘了，不是说好没有飞哥的吗？这只有王先生。杨先生，这位是胡梅，她是本地人。你多大？18。我们以前见过吗？应该没有。嘿嘿，你这是姑娘见多了吧？看着个个都像。来，去，去你的办公室看一下。好，走。请。感受一下。好。
这是你的办公室，跟你说。请进。王先生，请用茶。杨先生的茶呢？杨先生是我的老板，你是客人，我是代表杨先生，请您用茶。嗯，不错。老板，我想在你这房间里放几盆花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喜欢什么花？你看着办吧，你喜欢的就行。好，另外我们这附近有五家饭馆，我已经分别和他们打好招呼，你需要在这儿用餐时，我就打电话让他们送过来。我们的电话下午也就可以装好。好，今天王先生在，中午我们出去吃饭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那你就看着办吧，一会儿王先生走了，我们开个会，我给你和护胜介绍一些情况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我现在有点当老板的感觉了，杨老板。我们给你成立这个办事处，一来是为了好安排我们的人，这样我们联系起来也很方便；二来你有这个办事处呢，也算是给调查科在江南成立了一个工作站，也没花他们一分钱，南京方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王先生，虽然和你只见了两次面，我的感觉倒不像是在中国做事了。你们确实想得很周到。这儿是我们的一些文件，已经做过处理了，你可以拿去应付南京方面。好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好交差了。王先生，如果有一天你们共产党真的得了天下，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愿意为你们的理想和事业付出很多，而我们国民党许多人却在为党为国的幌子下谋着私利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，就没有必要参加共产党。我有个疑问。请说。如果说像王先生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愿意过一种非常态的生活，我还能理解，但是像胡梅这样年轻的姑娘也愿意这样做，就让我有点费解了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人总会有些梦想的，有的人为了爱情，有的人为了钱，有的人为了吸一口大烟。像胡胜、胡梅和我这样的人，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，而梦想是不分年龄大小和性别的。说句实话，以前我认为你们这种梦想虽然充满激情，但却不切实际。你们看上去和堂吉诃德差不多。那现在呢？我还说不好，但肯定不是堂吉诃德了。堂吉诃德是一个人，而你们呢，虽然看上去也没有几个人，但你们身后却好像有一股很大的力量，好像有很多人。我其实一直有些奇怪，照说你们共产党和你们的军队加起来充其量也就20来万人，而且大多数还在乡下，但是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国民党怎么就消灭不了你们呢？那是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有点明白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你们，他们以为你们不过是一些思想激进的流寇，消灭你们是迟早的事，所以从心里是轻视你们的，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真正的对手。如果我站在党国的立场来看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而且致命的事。杨老板，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他们轻视我们共产党，而是他们轻视民众。胡梅啊，以后你也不能叫我胡胜同志了，
你可以改口叫我连哥。去，别美了，我现在可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江南办事处的秘书，除了杨老板，我就是最大的官了，管任职司机呢，怎么可能叫你哥？那你就叫霍胜吧。不行，我应该叫你连师傅。要不干脆叫司机，这样别人肯定不会怀疑我们。司机，把这盘花给我端过去。你还真这么叫？你可别忘了，我还是你的组长介绍的。这是工作需要啊，不然我可要告诉飞哥了。好好好，我去我去。咱们红梅同志啊，现在可当官喽。你以后得叫我胡小姐。胡小姐，那咱这花儿放哪儿啊？放窗台上吧。方达，过来。你要买的零件，给你买来了。太好了，是你买的？我哪行，是明白。他英文好，到了外国央行说两句英文，就把这些精美的给搞到了。好。前段时间啊，我也买了一点，但我不能老去啊，怕引起他们的怀疑。现在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组装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是电台的外壳，蔡顿做的。这家伙不愧是学机电的，心灵手巧，什么都能做。我们可都等着你们成功呢，你们要是真弄成了，我们可就有千里眼了。但愿吧。等组装好以后啊，还需要反复调试，不过只要懂得它的原理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好。哎，到时候别忘了叫上我，你们弄成功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要在现场好好感受一下。听到没有？行。
这是一个客人送给你的。等等。谢谢。先生，花他已经收下了。谢谢。交给警备司令部。表妹。嗨。请坐。这位是威尔斯先生，来自美国的电影摄影师，来上海拍风光片的。这位是许曼丽小姐，我的表妹，怎么样？很漂亮吧？长得非常漂亮。如果她在美国可以当电影明星了。是吗？那你带我去美国。这个我得考虑考虑。你上哪弄的这个傻宝贝，跟乡下小子似的。你这个巡捕房的翻译什么时候弄起拍电影的事儿了？不是，是我一个美国的朋友让我帮他做一个向导，顺便我就赚一点钞票。你放心，他是不会跟你去美国的。喂，他要是跟你走的话，要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。表哥，没事儿，一个老外他懂什么？喂，这是个秘密 ，secret。secret， yeah。许小姐，等你许久了，请你跳个舞好吗？李老板，当然可以。请。你长得真漂亮，她真漂亮。如果她能跟我到美国一起生活，多好啊！喝酒吧。Forgive this woman for the bad things she did in her life, and let her soul go to heaven for eternity. Amen.这是张将军让我带来的信。你立即带人去。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张将军只说让我把信送给你。你和他一起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是坐车来的，那一会儿我们在你们那儿会面。啊，张云兄，买车了？看来调查科
对你很重视。没有，只是为了工作方便。有司机吗？有。司机就不要去，让他自己把车开回去，你坐我车。好的。难不成没告诉他具体内容，只让他跟着去？如果有情况，立即通知我。好，在这边听。任你千般变幻，总有路途艰险，总有诱惑背叛，我只为阳光下自由的梦。硝烟惩恶除奸，容不下些许背叛，寂静的夜色里，刺骨的寒风中，撕碎前夫背背浪花把无力掏尽，看见那金色的梦想，平静的夕阳里，无边的云霄中，会看见我那坚强。千般变幻，总有路途艰险，总有诱惑背叛，不屈的灵魂绝不轻言气馁。任你百般刁难，任你千般变幻，总有路途艰险，总有诱惑背叛，我只为阳光下自由的梦。下些许背叛，寂静的夜色里，刺骨的寒风中，撕碎前夫的违背浪花把无力掏尽，看见那金色的梦想，平静的夕阳里，无边的云霄中，会看见我那坚强。